第一次在汐止这边搭火车哎。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，Go！ 到了苗栗了，我人生中好像是第二次来到苗栗，但是说上次来苗栗的理由是当初退伍的时候，我为了找工作找到苗栗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现在是2020年的1月5号，礼拜日哎，就没有想到苗栗的大街上竟然好像没有什么人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虽然说前阵子伯恩夜夜秀才把苗栗评为苗栗国 ，OK 啦，那我们就准备去租台车，到处走走吧 ，Go！一份肉圆，好的，好，就先这样吧。馄饨面、排骨面还有骂碗，只是没有想说它的排骨面就是它的面加上一块排骨而已啊，这真的是出乎我意料。那我们就先来吃馄饨面吧。好像有点清淡呢，那我们就加一点辣椒吧。这间店我之前有来过，就是上次来这边找工作的时候，看过那么久，它的味道没有变呢。因为食物的味道哦，就像说是人的感情一样，也是会变的。嗯，完跟以前一样没有变，还是需要加一点胡椒盐的。那我们再加一点胡椒粉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喝喝看如何呢？哦，真棒，有加胡椒粉都不一样。嗯，这里面都是鲜肉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这个好吃的。嗯，我们吃完馄饨面了，那我们来吃他们的排骨面吧。我是第一次点他的排骨面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他的排骨面就跟台中的黑肉面是一样意思啊，就是阳春面上面加一块排骨。嗯，哦，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排骨加在面上面而已。那我们就把他的面加到上一碗的汤里面好了。欸，我必须再说一次，这是我个人口味重而已哈，我把它加过来吧。好淡的，那我们再加一点调味料吧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我上次来吃他的面哦，我是加酱油的。当时我其实我对胡椒粉的容忍力也没有到那么大呢。那我们就来吃肉圆吧。好干哦！你们平常也会吃这间的话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吃这间的想法或心得吗？我怎么觉得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像？OK 啦，我们吃完了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Go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现在人已经在苗栗的出海口这边了。然后我今天准备两种钓竹。第一个钓竹当然是我们熟悉的路亚钓竹。然后这个第二个钓竹是玩沉底的哦。我们就准备来做钓咯 Go！ 那我们就收字线放着吧。不来吹落，好像似乎有这么一回事呢。终于，呜嘘呜嘘，中了，哦，水哦，中鱼，呜，这什么？哎，好小只哦，呜呼呼呼。哇，我今天钓到小黑点呢，好可爱哦。OK 啦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。终于，呜呜呜呜哇，呜耶，花生哎耶，呜哎花生哎，我觉得可以哎吼。我们刚刚不是有丢沉底钓竹吗？怎么感觉好像都没有声音啊？哎，我们的饵料都被吃掉了。啊，算了啦，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。后来吹落。来，欸，我觉得沉底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呢。因为今天路亚会咬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用真的饵钓没有不咬的理由吧，应该吧。中鱼，哇，可有没有中鱼啊？哎，中鱼了！耶，呜，耶！哎，我觉得不错哎，有货就好了。终于，呜，终于，呜 ，yes！ 我想说什么怪怪的。哎，掉了啊！可恶！可恶，挂底了！哎呀！啊，还有出来，鱼缸钻洞了啊！又挂底了！来，哎呦，鱼会钻洞哦！我跟他拼了！哎呦，出来了！哇，是什么鱼啊？哎耶！欸，黑雕欸，耶！
水会淹上来的。呜呜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哎，这是我今天来此的目的啊，我就是想玩根钓，钓它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好了，把你放回去了。嗨，各位，我回来喽。现在我来到我今晚要准备过夜的民宿了。你们一定觉得，不止你们，连我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呀、啊。还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是心得？可是我今天住宿的部分是一晚住600元。包含这个帐篷，还有后方的交易厅，都是让我使用。OK 啦，那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午的部分好了。今天中午我们去吃了将计就计这一家馄饨店。他这间店的口味对我来说真的是蛮清淡的，就算是5年前的土豆也是一样。所以我必须要再提到的是，我的口味真的蛮重的，但这些东西都太主观了啦。不过给各位参考一下啦，那我们来说说钓鱼部分好了。我今天会到这些钓点，主要是因为今天去租车的时候，那个租车行的老板竟然是我跟 Omega 的观众。哇哦，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，连租个车都会遇到观众。然后这位租车行老板他非常喜欢钓鱼，他也跟我指了一些钓点让我去找看看。然后我们到后面第二个钓点的时候，他那个点实在太大了，那个时候以我路亚的设备，我实在是丢不到有鱼的点了，所以后面才主力玩沉底。这两种玩法没有好也没有坏，主要是见仁见智啊，看你喜欢我哪一种饵。哦，肚子有点饿了，但是现在有点累啊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再准备出门吃晚餐吧。晚安。